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洪州哥一起做。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小孩，日本的 M 大使，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的拳皇15全球锦标赛总决赛胜者组冠军战，谁赢了谁晋级决赛。总决赛阶段胜者组冠军战，一批中国小孩，二批日本 M 大使，双方用的阵容是一模一样，首发全部选择了吉斯华德，两人都是光着膀子啊出战了。哦，空中出烈风拳偷袭啊，现在还在做一个试探，小孩发现了新的一轮进攻，这种进攻打到一个成功的二连击。烈风拳空中烈风拳跳落，这次小孩啊被日本 M 大使跳入成功。下盘继续摸奖，其次这个家伙是有当身的，很全面啊。在上个版本吉斯还不行，但是更新之后吉斯得到一个加强。现在小孩的体力消耗还是比较严重的，双方还在有计划的给自己加气。好，这个粉碎打击给了小孩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，倒地追加。好的，体力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了，飞翔刃斩偷袭，又是个粉碎打击，这波又带走了，给小孩领个蛋。日本 M 大使没想到，好了，来看一下二阶当红丸对战吉斯华德。这个红丸已经是上来就被小孩吉斯教育盾，一个雷凌刀解决了残血的吉斯。小孩的中间同样也是一个红丸，我觉得从红丸单挑战，小孩是能够压制住 M 大使的红丸的，对不对？我相信，因为他们两个之前打过好多次了，小孩打 M 大使真的不是那么吃力的。如果你之前看过小孩跟那个 M 大使打这个比赛，打单独的比赛的话，你应该很明白。好了，开始了，还想抓，不给你抓了。地面还是剩下一哥的体力了，小孩的优势掌握在手上，不着急，时间还有30多秒。这你三气的伊斯拉，哦，这个确认出现了一个失误，小孩利用这伊斯拉在板边继续压制，还想抓我，不给你机会啊。伊斯拉现在拼命的进攻，现在对面红丸被压的已经是破防了，我就说嘛，你要相信小孩啊，一模一样的阵容啊，下 B 战 B 带 BC 连这套双超杀吗？不打，还要再打一个普起身，小孩要留着资源，这波伤害还是很高的，毕竟啊，两颗气打了这么多血量，哎，这个逆向中脚压制成功了，对面先给小孩来一气。还要再赌吗？阿曼达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M 大使拿到了一分。败者。好了，一批是中国小孩，二批是日本 M 大使啊。M-Dash playing this perfectly right now, man. Starting to feel like M-Dash has been playing stronger than Shaohai all weekend. You know what? You might just be right. All right, man. 好了，咱们继续来看这场精彩的中日对抗赛。这场比赛关系着$50,000冠军奖金的归属，谁赢了谁就是胜者冠军，那就有机会拿到$50,000了。但是输的一方还是有机会去败者的，毕竟他们胜者组两条命啊，加油。来看看这场对决，小孩的吉斯，没关系，来吧。二级东红丸上来被对方踹了一脚两脚了，我的天，小孩你在想什么？稳住啊兄弟，你稳住啊，不要着急啊，现在要多跟我做深呼吸啊，吸气呼气，来吧。
哦，这招林能打空，被对方再却反，不过没有劲，对方没有能量，压制起身拆头啊，下盘继续压制，小孩子要加强自己的防守了。对面红丸还有三气，防守加强防守没有关系，是还有37秒，小孩手上还有三气能量。哎呀，前小跳一个重脚又踹在小孩脸上，不会被穿三吧？我的天哪，这要是一挑三了就有点悬了。升龙漂亮，这一刻就意味着小孩开始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了。兄弟们，来看小孩给我们表演个什么叫做实力反分，对不对？ M 大师现在我估计比小孩还要紧张啊！哎呦，差一点稳住小孩啊！你现在血量比他多那么多，怕什么呀？好的，片头了，前中后跳轻拳得中断。哎，那是现在被打得有点懵逼，又拆头了，手上还有两颗气，脸盆前牵制。哎呦，没了。好了，二系统王对于伊斯拉发起了板面的进攻了。这套练习打完之后，小孩的血量损失了4个多。我去，赶紧废弃出来，小孩手上还有3颗气能量。现在日本 M 大师的体力比小孩要多一点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小孩这里下盘轻腿摸奖成功，一套带走他吗？带不走，过了暴气时间了。那现在还有一波加值的锦身德打中断，好，开始，只要解决红丸你就能赢小孩。我操，差一点。对方失误了，小孩机会来了，哎，这个机会小孩没有把握住，没关系，还要继续压制。刚才双方都出去，哇，操了，坏了，小孩升龙打空，被对方反杀。日本人拿到赛点了，比赛是抢三的，比赛是抢三的。对小孩有信心啊，我对小孩是有信心的，我相信他是肯定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逆转局的大逆转，好吧？虽然说现在是不利的，不代表后面就不行。就算他输了去败者组，那败者组还有一条命，一样也是可以复活的。以前也不是没有这种状况出现过。我个人希望最好的局面就是小孩去败者组，去败者组再打一个复活赛，再复仇成功啊，拿到最后的总冠军，那就对，那是最好的一个局面了。嗯，不要直接赢一个抢分啊，没意思了。去败者组打一个复活赛，上演大逆转。好吧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左边是中国小孩，右边日本的 M 大师。M 大师再次前小跳成功，把小孩压到了角落里，一个追头。哎呦，跑什么呀？跑啊！不要跑啊！他好了，三气红丸。好的，这个前跳完全是送给小孩升龙了。前冲红丸头，这个阵头打完之后可以追加。后面还有超杀，准备不上。流气打修正，那现在吉斯再跳再被升，又要被抓了，相信不？哎，没什么用了，同样的角色，同样的阵容。这个完全是以消耗战为主了，现在啊，抹一点血算一点血。你敢跳我就升，雷能的透出去前冲垂直小跳偏招，但是对方不熬升龙了。这次小孩被关厕所，对方下臂下一之后带着小刀梯前冲大土崩头，小孩的红丸被关厕所。那现在哎呀， M 大师怎么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，反应真这么再快，哎，下臂怎么回事，小孩？好了，继续来看精彩的这场中日顶级大神战了。日本 M 大师正在对小孩发起进攻，这次小孩武器满资源的伊斯拉不怕他，对面只有两颗气，
伊斯拉下重拳完美抵空，对方再次赌起身升龙，前脚跳轻腿，但是被小奥先读了，直接下重拳完美对策。44秒，对于双方而言都有机会。前脚跳轻腿还是不行，小孩郑立德成功。要留气吗？不留了，丢了地面的红丸，现在他只需要一场比赛的胜利啊，不会被踢头吧？这要是被踢头，那就有点难堪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持续压制，我们来看现在下盘摸奖成功，坏了，小孩要被对方双重超杀打到背着堵了吗？坏了，这个顶点超杀打完之后，小孩被打到了背着堵，那么日本 M 大使胜者堵冠军晋级决赛，小孩还有机会啊，他去背着堵，在背着堵还有机会复活，但是在半决赛阶段他被踢头了，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啊。